姐雀巢给我这个机会担任这个健康儿童嘛，对，就这个大爱大使的爱的1321，然后大家跟大家来分享。嗯，而且我也是因为参加这个活动才，我才知道有祖父母节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你对啊，我没有母亲节，有父亲节就应该要祖父母节啊。是，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给外公外婆带大，然后我称为那段时间叫做在天堂的那段日子。真的？怎么说？为什么？你刚刚长官讲说那个不要溺爱，不要宠爱，一定要宠爱，要溺爱，就是一定的。像祖父母就是在你爱的教育、爱的环境下成长。对，女生就是公主嘛，男生就是王子。那个对，那个爱长辈那个爱，他又不是用嘴巴说，他不会说，他不会说，哎呀，好可爱，我爱你啊。嗯，就不好说。他会满足你所有的需求。对，可是他用什么来表现呢？用吃啊，用吃来表达他们的爱。是哦，他们怎么样用吃来表达他们的爱？说实在，我小时候就是还蛮难相处的，挑食，这个不是那个不爱，就刚讲青菜这件事情。嗯，然后我外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原来我才知道，我外公那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分子料理的一个概念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看到青菜就是那种，就是你就是不想碰到它。对。那怎么办呢？嗯，打成汁。哦，变成果菜汁的一个概念。就是我外公每天就在想办法，说是怎么样让我把这个食物吞下去。哦，这样就有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就是没有啊，就是常常看到那个形状，就觉得哎，就比较没有那个。对，就想尽办法打成果汁啦，然后各种方式啦，就是不要让我看那个好像那个食物的样子，把我做成比如说贡丸啦，做成什么啦，包在饺子里头啦，这种就是很感恩他们。然后这样还不够，就是不够，从小就被外公外婆养成这个爱钱的好习惯。怎么说？这个跟怎么会讲到爱钱的这种关系？我虽然我很难相处，是个坏小孩，就是一口放在嘴巴里面，嚼，吃很久，嚼了10分钟还吞不下去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困扰。然后呢，我外公只好就是放了5块钱，你吞一口饭，来就给5块钱就吞给我，再吞一口饭，他5块钱吞给我这样子。欸，那你小时候就很有钱哦。是，就很没有出去啊，好习惯。是，但后来这个问题就被我妈发现，就她觉得很糟糕，就不可以，就把我带回家好好管教。对，那那时候我就觉得也，因为对长辈来讲，说小朋友就是要养得白白胖胖，对，他们就高兴。是，对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到说，也不能养得太白太胖，因为这样是不健康的。可是照你这样。发现到说，慢慢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，其实可以帮小朋友吃的健康最重要，不是要吃到白白胖胖。因为是到长大一点开始有羞耻心，开始有爱漂亮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才发现到那条路其实蛮辛苦的。对，因为你可能就是开始要就是注意自己的食物啦，然后运动啦，然后要拼命的去找回来对那个漂亮。是，其实我觉得除了体态之外，它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的健康。有，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好像。看到我，因为我周遭很多的，就是小朋友，我看到都是已经有点，就是吃太好了，对，就是感觉上比较丰腴一点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大家这个雀巢跟董事基金会就要让大家把爱升级。对，因为爱的刚刚好。对，爱的刚刚好，所以我们要教大家这个爱的比例321。那刚刚就有讲到什么是爱的比例321。就是其实是分好几等份，像是我们的这个全谷杂粮就是3等份，蔬菜类就是2等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豆鱼肉蛋是1等份，是我们1等份，水就是321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让天心，还有刚刚我们有2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有没有？我们一起来实际操作一下。如果今天我们要吃这个爱的比例321的餐，好不好？刚刚讲饭的比例是3嘛？对，3份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刚好这个盘子。哎，好啊。对，3份，那我们就顺便都帮他们全部都摆满满。对，可以看到饭就是我们这个全谷杂粮的部分，还有3等份。好，那我们。对，我还没关注。好，看。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帮他加一。2等份，好的，这样子了。哇，没错，这样呢就是很标准的321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可爱的家军跟我们的 Daniel， 哎，我们可以拿一下你的餐盘，拍照，小心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，好，来，那我们让我们媒体朋友们一起来拍个照片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前面的摄影叔叔，那我们有需要。